爱的全球听众读者们，大家早！圣贤语录带来圆满的法语甘露，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双语圣贤语录第六之六期。圣贤法师穆智明玉尼，我走时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，并且确定已经为世人给出我所拥有的一切。The predetermined epitaph of Master Song Xuan. When passed away, I will not carry away any piece of cloud. Conversely, will dedicate all I have. 以下共享语录感谢函。今日圣贤语录主要探讨圣贤终其一生如何彻底落实文殊精深，彻悟生命意义，绽放生命的璀璨与睿智。此简述如下：第一，文殊看家本领，不离相，不着相。所谓看家本领，应该具备两大特色，二六十中落实见心，此其一，独一无二，此其二。文殊的看家本领，只成每一丝每一微的每一寸呼吸，都立基终极真理空性之上。据此洞察现象界，不再迷失在风情万种之中。换句话说，时时立基终极真理，允许现象界的风情万种存在，是为不离相，却又能不被现象界的任何一项所束缚，谓之不着相。第二，勇猛正精进，利他妙法连珠，无以伦比的勇猛正精进，意指以超越二元对立，不思善，不思恶的清净心，落实践行三无漏学戒定慧。利他妙法连珠，则指向践行菩萨道，自利利他，让诸诸指向圆正菩提。换句话说，此二者正是福慧双修的典范。第三，穆智明玉尼，圣贤法师穆智明文彰显全然立基终极真理空性实相的日常生活见心，因为超越二执，我执与法执，因此慈悲喜舍所有的一切，达到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的境地。第四，穆智明给出我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是生前一无所有行仪的延续，实现最大化的利他。给出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有形的生命财以及无形的资产，例如学历、威信、声望、殊荣、技艺、修学法门等。综论，落实不二中道，圆正诸法实相，圣贤法师穆智明彻底彰显文殊精深的核心关键，超越二元对立，直指以不二中道贯穿生命实践，终究圆正诸法实相。最后，圣贤恭祝国泰民安，战役圆满，并省合府，千祥云集，万福并增。每周五早上7点，不见不散哟。